大家好，我是万子许的戏员杨启兴。在这里呢，我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里，就是参加第一个的开张的活动，还有就是代表我们的万子许的席长，来祝贺山羊曲剧的一个的开幕。我觉得呢，作为那个万子许的经济发展部的副主席呢，我都被特别的开心，这个的Aileen 就是可以在我们的万子许开张，就是为我们的万子许呢带来红红火火的一个的事业，还有就是祝你们的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谢谢。